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罗少君。接下来透过镜头一块来关心街头巷弄的温馨大小事。今年全中运的圣火手谢孟恩是鼓山高中举重队的学生，出身贫困家庭的他坚强奋斗，让他拿下青年奥运参赛资格，并且荣获象征在困苦环境中仍努力不懈，拥有卓越成就学生的总统教育奖。谢孟恩说，这次获得的奖学金终于可以为家中减轻一些负担了。眼神专注，举起重量级的杠铃。他是鼓山高中毕业生谢孟恩，出身贫困家庭的他坚强努力，不仅是全中运的圣火手，还曾拿下青年奥运的参赛资格，并荣获2019年总统教育奖的殊荣。这个奖项也不好嘛，对啊，然后刚好也有奖学金，这样子可以帮助到家里，蛮开心的了。鼓山高中举重队成立近30年，队员大多是原住民的孩子。学校不只拥有全国第一所举重训练馆，在地企业单位也挹注资源，让学生不用担心餐食及医疗费用，能够尽力奋斗，屡创国内外比赛佳绩。那以孟恩来讲，他是因为家里的因素，因为爸爸得了蜂窝性组织炎，那糖尿病所以截肢。那家里也算是低收入户，那这小孩子非常不简单，就是他长期在这边训练，非常的尽忠，非常的把他的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得非常的好，这是比较难得的。是希望可以当上教练吧，对啊，至少会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这样子。举重运动着重下半身和手部的力量，练习过程中容易受伤，不断的挫败感也让人不易坚持。可是谢孟恩凭借着想减轻家中负担的孝心，一路走来始终努力，鼓舞其他学生，也成为家人的骄傲。社区好新闻，林庭阳、萧雅欣采访报道。失智症议题受到各界重视，市府卫生局培训92家失智友善诊所，提供民众失智症初步筛检以及评估转诊的服务。民众如果察觉家人有记忆力减退、说话反复等情形的话，可以到就近的诊所来做评估，接受进一步治疗，或到失智据点延缓失智现象。市府卫生局培训69家诊所以及23家卫生所，共92家，成为失智友善诊所。在卫生局长颁发失智友善诊所标章后，正式启动失智服务网络，加惠更多市民。失智症如果能够早期的一个发现，那能够做早期的一个，不管是药物或者是相关的一个生活周遭的照顾上，能够早期的介入的话，它可以延缓他的一个恶化。失智友善诊所将针对年满50岁以上、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高风险民众进行初步评估和筛检咨询等服务，并且规划了8个失智共照中心的单一窗口服务，减少个案和家属返诊奔波次数。包括我们要养成运动的习惯，把三高、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我们高血脂症把它控制好，甚至保持这个能够舒缓我们的一个压力，那这些都是对，或者是一个抽烟能够把它戒烟，这些都对我们的一个可能发生失智症的一个风险会有降低的情况。另外，针对症状轻微者，市府卫生局还建置了52家失智社区服务据点，让失智个案有妥适的照顾资源介入，并且减轻照顾者压力。民众如果自己的家属你觉得好像最近怪怪的，常常讲话啦，或者是他的一个判断事情呢，好像出现了跟平常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或者是记忆力变得更差的时候，常常忘东忘西，甚至有时候比较稍微比较进程的一个比较严重的，或许他吃的东西他还忘了他刚刚才吃了什么东西，又想要再吃东西，类似这些情况，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失智症的友善门诊的一个地点，或者是打电话进来询问我们。失智症状不易察觉，也容易忽视，导致状况越来越严重。透过失智友善诊所以及失智共照中心和失智据点形成的服务网，期待能达到预防和延缓失智的功效。社区好新闻，吴秉源、赖昌邦采访报道。天气越来越热，就是要吃冰才会清凉消暑。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高雄的冰品一条街，是位在鼓山区的立雄街一带。除了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哈马星复古街区氛围，各式各样的冰品更是观光客的最爱。而且现在呢，还有结合艺术家插画，推出一系列哈马星冰线节活动。
间的冰淇淋缓缓而下，再放上一只脆皮酥，拿着卷筒吹上一口，不正是夏天最甜蜜的享受？这间在地超过6年的越式手工冰淇淋，老板都选用当季蔬果，每天推出不同口味。我们每天会换2种口味，对对对，然后我们会用那种新鲜水果当季食材去做，那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严选食材这样子。的话来店里消费就是第二次50块这样子，对，那买10只会送1只。走在古山区立雄街，除了感受到浓浓复古街区氛围，2-3步就有一间冰品店，不但成了夏天最消暑的热门选择，商家也趁势推出好吃又好玩的哈马星冰线节活动，结合插画家马卡卡可爱风格，愈又吸睛。冰线就是滨海的铁路线，我们用这个谐音来去带地方的冰品，因为早期这边有很多鱼市场，然后后来转型变成一个观光的地方，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冰店，那这边看夕阳吃冰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把它扩大变成加入艺术，然后还有像是一些亲子互动的活动，然后跟展览。3种口味一次满足，全都是新鲜水果制成。老板骄傲地说，他独创的水果冰棒兼顾健康和美味。第一个口味是红龙果，然后再来百香果跟柠檬，所以你吃下来的时候，你会有分层的那个效果，而且有渐层，然后口味越来越重，越来越酸。这个是用新鲜水果下去做的，然后吃了也不会有负担。不过说到夏天冰品，芒果冰人气依旧强强棍，店里坐满小学生，你一口我一口，一问之下才知道是从云林来到高雄毕业旅行，而踩点第一站就是大碗公冰。他玩得口干舌燥啊，所以那第一件事情当然是想说来吃个冰啊，那高雄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这一间大碗公那个绵绵冰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就那个来参与的小朋友都带过来一起吃，然后对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各种新鲜水果铺上满满一层，再加上炼乳、红豆，还有布丁，十人份的大碗公光用看的饱足感已经满分。配合哈马星冰线节活动，不论跨边水果冰棒还是日式冰淇淋，只要拍照上传就有机会抽大奖，也为这个夏天留下甜蜜欢乐回忆。夏天吃冰就来哈马星。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夏季电费从6月1号开始，平均每户电费可能会多到2-3成哦。不过台电高雄区营业处是很贴心，特别跟家居业者合作，教导民众如何精打细算。除了有省电配拨，家户用电量只要比去年同期节电的话，就可以兑换消费折价券，可以说是一举多得。闷热天气待在家里免不了要开冷气，不过6月1号夏季电费启动，担心荷包大失血，台电电力公司高雄区今年特别结合家居业者，教大家精打细算省荷包。今年108年一样延续这个回馈金的一个制度哈，这个措施，那我们到目前是到今年的12月哈，16日哈，那只要。在这个截止日前上网来登录就能够享有这个所谓的一个回馈，是这样。我们每节省10度电就可以换满千折百元的购物金一张，那节省20度就可以换2张，节省越多就换越多，那最高每一期我们可以兑换10张。省电量换购物金活动，民众只要拿出电费账单，每节省1到10度电就能兑换满千折百抵用券一张，以此类推。另外台电也建议把家居照明换成 LED 灯具，选用有节能标章的电器都是节能的好方法。朝着 LED 灯的话，就是他当初的设备瓦斯就比较少了，瓦斯这个少再加上良好的习惯，假设像你那个使用的时间把它缩短，或是不用的话插头把它拔掉，是不是就省电了使用的时间短，你看瓦乘以时间使用的时间乘起来那个就很少了。对抗炎炎夏日，想要省下高的惊人的电费，除了加装节能省电的电器之外呢，使用这个窗帘阻隔热气来降低室内温度也是很好的方法。想要降低室内温度，如果这样还不够，参考居家业者专业打造的家居生活节电展示屋，展出客厅、卧室、阳台等家居空间设计，如何应用窗帘、油漆、植栽及 LED 节能灯具，打造凉爽又舒适的居家空间。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
社区里的温馨故事、励志人物、区里花絮、社区营造，所有社区里的大小事都在社区好新闻。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武昌旺德福关怀据点开设多元课程，广受长辈欢迎。其中一堂爆满人数的呢，就是烘焙班，由西点面包师傅教妈妈们手做巧克力戚风蛋糕。简单易学的教学方式，让学员们直说上课好幸福，希望将这种甜蜜味道带回家给家人朋友分享。将动物性鲜奶油打发完，冰入冰箱，再从烤箱中端出由可可粉、面粉、蛋等材料做成的蛋糕体，成品尚未完成，香味就扑鼻而来。这是武昌教会开办的艺人学院中最受欢迎的烘焙班，而这堂课要带学员一起做巧克力戚风蛋糕。蛋白和糖，那我们把它打发，然后钢盆里面是有橄榄油、牛奶，还有蛋黄，还有朗姆酒，还有过筛的低筋面粉跟可可粉。今天做的是算是明月长条的蛋糕，所以我是整盘的蛋糕，我是切成三等份这样，那加两层馅。将蛋糕体抹上鲜奶油，层层叠起，再冰入冰箱静待十分钟，成型后最后再撒上糖粉，美味的蛋糕就大功告成。拥有18年经历的烘焙班老师，擅长做西点面包，亲切又好懂的教学方式，让学员直说收获良多。还没有接触烘焙吗？那老师教的非常详尽，我觉得自己可以做这个点心啊，糕点可以分享给朋友，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吃糕点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一下就可以上手，我们回去就可以烤给家里的人吃，这是蛮开心的事。来这边学习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跟家人分享。手做让人吃的幸福满满的巧克力蛋糕，学员脸上个个藏不住满足的笑容，不止成就感十足，也可以将自己完成的甜蜜味道带回去分享给家人朋友。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带您看到七贤国小有个很特别的传统，每年美术班的毕业生都会在校园各个角落留下自己的作品，创作媒材从马赛克、陶板、木工到彩绘、涂鸦，十分丰富。不仅让学生依照不同场域去设计思考、挥洒创意，也让学校和校友缔结美好连结。墙上这些使用马赛克拼贴而成的台湾特色建筑，镶嵌出在地之美。走到楼梯间，好几幅墙壁彩绘，还有地上一阶阶不同颜色组成的可爱涂鸦，为转角处增添不少活泼气息。这是七贤国小，校园中每处角落都留有学生创作的足迹。学校的美术班因为一直都有所谓的毕业集体创作，所以在整个校园里面呢，可以看到相当多不同届的学生，以陶板或者是木工的一个形式去将他的作品留下来，思考如何依照不同的空间进行创作，同时也能保存每届毕业学生的心血结晶，因此校园就成了孩子挥洒创意的最佳场域。像是走进图书馆里，从入口处到书架上都可见可爱的艺术品，温馨提醒进馆时的礼仪。而校园玄关各个角落也藏有富有意义的陶板及马赛克创作。校内里面收集最多的就是陶板跟马赛克的一个就是集体创作的呈现，会在校园的不管是人行道或者是校园的穿堂，那校园的围墙，那这个部分也是希望透过一个第一个陶艺作品的容易的被保存，它比较经得起时间啊环境的一个变化。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它可以创造校友，还有就是我们的校友家长跟学校的一个连结。除了校园成为学生创作的大型工作室外，校舍设计也加入美感元素来做耐震补强。我们这一次是采用红橙黄绿蓝紫色这六种颜色，然后去做校舍的一个纵向的一个搭配，然后再搭配横向的一个橘色系的一个阳台的一个结构，那成为一个在色彩上是穿插的。从走廊到楼梯，校园角落到通学步道，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时空留下的美好，也成为校友和学校美好的连结。
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跟着镜头爬爬 Go 探索高雄在地美食，今天带您来到前军区一间自助餐店，不仅菜色美味健康，它的前身还是知名牧场牛奶馆的就职所在。每到用餐时间，饕客不断来访，只因为老板每天亲自到市场挑选新鲜食材，料理出多年不变的好味道。高雄市有许多美食，今天就要带大家来到位在瑞元路与南台横路交叉口的自助餐馆。特别是它的菜色不仅美味又健康，它的前身还是高大牧场的牛奶馆。咱台湾全省哦，第一间成立的高大牧场，就是咱按咱日本人接手过来，所以阮这个地带做牛奶馆。所以以前你若讲，你要去倒啊？我要倒来阮牛奶馆。家的是牛奶馆。走进这间自助餐店，菜色多元，品相也十分丰富。一到中午时段，客人源源不绝，绝大多数都是老饕客。好吃的秘诀就在于新鲜的食材，是老板每天凌晨三点就到市场细心挑选回来的。我先亲自三点半到那个市场去购买，他没有让人家外送。他都亲自去挑选，辣鸡是我们的招牌啊。他的东西比较新鲜啊，他都现做的。店里多道招牌菜让饕客赞不绝口，但更特别的是墙上绘制的插画，可是老板夫妻俩年轻时期的生活写照。大概20岁左右开始跟我先生一起做这一间啊。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像这样子做啊。现在已经50几岁了，就变成这个模式。吃完美食，想要来上一杯凉意，那可千万别错过位在自助餐馆旁的古早味红茶店。一边是西药房店铺，一边则是简单制作冷饮的台面，无招牌，无华丽布置，靠的全是真材实料的怀旧味道。这种关闭的啊，一罐那个用红茶，一罐那个北藤鲜奶。纯鲜奶去调配的，它很好啊，不会很甜。我喜欢吃他们的奶茶，红茶奶茶这样子。如果还想发思古之幽情，旁边这间福丰店守护当地居民超过一家子的岁月，从澎湖漂洋过海迁移到此，逾百年的时光早已成为地方不可或缺的信仰中心。原本哈，就是伫安平哦，诶那岛。诶，迄个纳豆馆迄个所在，按朋友来说是迁伫咱迄个圣地做遐，遐因为火烧，火烧的时阵哦，才阁迁对家来。历史悠久的庙宇，如今因为屋顶老旧破损，必须将神明先安置到户外，等待重新建庙。因为几啊年来拢伫里头吼，就是伊进火啦，无经费嘛，所以进目前阁经费阁差足济，希望讲哦，咱有听到的善人信路吼。多做善事。历史悠久的庙宇延续的不只是澎湖人的信仰，如今信众不分地区都会来庙里参拜，也彰显台湾文化的族群融合。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在林雅区有一摊飘香将近一甲子的古早味红豆饼，深受小朋友喜爱。不过呢，被迫不停更换摊位地址，却显得生意人坚持不易的辛苦。而福农国小幼儿园透过课程，让幼童跟红豆饼杯杯接触，并演绎他一生的故事，还制成生命绘本，期待小朋友懂得饮水思源。开店好多冰泡酱，好开心的味。做起生意来卖红豆饼，小朋友有模有样的带来生动的话剧表演。不过在这背后可是有段故事。厚厚的饼皮加入满满馅料，香味四溢的古早味红豆饼和鸡蛋糕让人食指大动。飘香近一甲子的平民美食，却藏有生意人不易坚持的辛苦。我较早有来校头前卖，等迄个校长，因拢要我卖，迄阵啊，拢囡仔吼。买拢较无要紧啦，即摆过来阁换一个校长落怎啊，唔爱互我带只卖啊，我着怎啊拢去伫好钓咯，拢摆伫遐，着囡仔呐买只，伊着走遐甲我买。而安博的辛苦看在小朋友眼里，记在心里，不仅把他的一生演绎出来，更制成生命故事绘本，在学校感恩月展出，让家长觉得意义非凡。伊做这吼、個，红条饼啊，这无这种传统的迄、那个。迄、那个技术伫个啦，你会当讲一只好，安尼表现嘛是袂歹啦。哦，这囡仔我看起因拢我介幸福啦，介甘心啦、啊。
以前的人太艰苦了，就给他们知道啊，知道这以前是这么辛苦。我们有一个班级到社区里面去做一些文化探访的活动，透过跟社区的阿公阿嬷实际的去用闽南语去跟他们沟通，所以回来的时候就带着孩子做这一个安倍这个故事深入的去探讨。推动闽南语沉浸式教学的幼儿园落实本土教育，在母亲节前夕举办感恩系列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合唱闽南语歌以及表演话剧，除了感恩家人的付出外，更让文化传承绵延下去。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荣获今年高雄创意花灯竞赛双料冠王的青年国中，与民俗传统师合作，将花灯艺术融入校园景观。当《西游记》Q 版复仇者联盟花灯现身学校，不仅让学生据说感到很荣幸，到了晚间闪耀着美丽光辉，也成为独特的装置艺术。《西游记》中，猪八戒、唐三藏等各种角色化身可爱的灯笼，现身青年国中的穿堂，为校园注入活泼气息。这是今年高雄市创意花灯竞赛中荣获国中组的灯王，而创作者正是学校体育班的学生。做这个《西游记》感觉比较好玩，比较就是做起来很有趣啊，就跟老师想提这个说能不能做《西游记》，都想说兴奋到跳起来，看到自己的作品在学校摆着，然后这样很开心。以小小兵创作的 Q 版复仇者联盟则拿下花灯竞赛中的甲等，可爱的模样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将花灯艺术融入校园景观的还有大门口一进来摆在树下的亲子猪家族，陈列在校园里面可以让学生这印象更深刻，那我觉得对激励学生学习有相当大的帮助。学生有的时候放学回家了，从这个马路上前面青年路通过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哇，校园好漂亮这样子，尤其是到了晚上。与民俗传艺师合作，让花灯成为校园中独特的装置艺术，白天夜晚各自展现不同风貌，不仅代表学校的荣耀，也为学生保存下难忘的心血结晶。社区好新闻，林婷阳、萧雅欣采访报道。以上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罗少君，我们下次再会。木头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最高啊，那亲像伫咧过生活，简简单单，一点嘛袂复杂。不过，那是有用心。同款嘛，做出予人感动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自从接下爸爸的牧场，我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让更多人接受羊奶。我相信，只要坚持，一定可以让大家都敢尝试这最在地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要将一块平凡的茶壶刻出一身红啊，就必须要用心看、细腻做，每一个动作拢袂当停打，才会当做出有灵魂的作品。这就是阮用心的态度。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你看到了吗？
庆联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高雄的经济，我们一起来打拼。庶民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关心。城市的建设，我们一起来监督。每周二晚间九点，在第四频道的高雄现场等你来call in。因为有你，使城市充满快乐、希望和幸福感。让我们给您按个赞。社区里的温馨故事、励志人物、区里花絮、社区营造，所有社区里的大小事